大家踊跃投票，行使公民权，让我们一起落实台湾民主。谢谢。为鼓励市民在12月18日出门投票，市长陈其迈以录音宣传方式，透过垃圾车广播提醒市民踊跃参与公投，同时强调18岁公投资格，并提醒市民投票注意事项，包括携带身份证、印章及投票通知单，也叮咛做好防疫，落实佩戴口罩、量测体温、手部消毒以及保持距离等。为了鼓励市民朋友在本周末，也就是12月18号出门投票，陈其迈市长特别透过垃圾车的广播提醒市民朋友投票以及注意相关的须知。那么同时，陈其迈市长也鼓励年满18岁以上的年轻朋友出门用选票来表达意见，参与公共事务，也一起落实民主。全国性公民投票案第17案至第20案，投票时间至12月18日上午8点至下午4点。中选会表示，相关公投资讯皆可在中选会110年全国性公民投票专区网站查询。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